宫本武藏。相关娃娃。大家都是根据自己本身的性格选择的。好，都记住了吧？二一。一。好，掌声欢迎杨幂老师。接受我们的惩罚，萌萌你问。请问参加这个节目对哪位队友有了新的认识？作为众多艺人的好友榜第一名，如何评价自己的王者实力？王者实力非常的一般，然后那个留下吧，以前不知道他东北腔这么重。感谢分享。谢谢我们第一组艺人的精彩爆料。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有没有补充想提问的？来。那个我想问一下蜜姐，就是参加了这次节目之后，对那个电竞有了一些什么样新的感受？然后就是有没有想对一些有电竞梦想的朋友们说些什么？对，这次来参与这个节目以后，觉得其实电子竞技一点都不容易，而且可能私底下打游戏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是为了放松，但是这次来发现电竞选手们都很辛苦，然后很累，而且很不容易，对，让大家看到，所以我觉得说努力不会辜负你，这次让我学到，挺好，加油。